的亲密照事件男主角屈士昨日出席代言活动时强调从未外泄照片博宣传，因为他本身也受到了影响，他亦因此被暂停工作。对于连诗雅落泪，陆勇公开炮轰屈士衷心道歉，却拒绝致电当事人说对不起。尤娜与屈士基吻遗失 iPad 制照片外泄，提起连诗雅四年来在夜场集邮19男生的报道，屈士称自己并不清楚，不过他承认与连诗雅从前爱逛夜店，更为对方身边的追求者吵架，以后因性格不合而分手。看见连诗雅在记者会上落泪，屈士也不开心，我唯有衷心道歉，希望他能平复心情。尤娜与屈士基吻，他强调外泄照片除了自己外两女都拥有，与 Raina 的照片更曾上传到社交网站，被人储存了也不出奇。屈士怀疑照片外泄与遗失 iPad 有关，但他不打算彻查放料者，亦不计划报警求助。连诗雅与屈士激情照向连诗雅道歉，大家深爱过屈士先对连诗雅连续与19个男生交往的报道表示不知情，但承认女方很多追求者，每个吸引的女生都很多人追求，我都是因为这样才跟她在一起。但她强调两人分手原因是性格不合，并非第三者介入。连诗雅与屈士激情照对于旧爱在记者会上泣不成声，屈士说看到他不开心我也不好受，始终大家深爱过，希望他的心情可以尽快平复，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只可以衷心说一句对不起。屈士又再次否认向杂志流出不雅照，那些照片我们三个人都有。他又坚称跟连诗雅的照片可能因为早前遗失 iPad 而外泄。尤娜与屈士咬耳朵向陆勇及其妻子道歉，理解他们的心情，对于外界包括女主角尤娜丈夫陆勇都指他出卖朋友为做宣传，屈士一脸无辜说我不知道怎样主动做宣传，我又不是拍电视剧，唱片还没有出，事实上公司因为这件事还在考虑唱片是否推出。他又承认我是结了婚还有一个女儿，太太也很信任我，作为老公和爸爸我明白陆勇的心情，如果事件引起误会及影响我衷心道歉。尤娜与屈士激情照屈士继续称没有计划致电两位女主角解释自己的心情也未能平复，访问中途许颖突然进入记者群中，然后马上大赞屈士为人，我认识了他很久，他是好人，我也整天跟他拍照，不过就没有那么亲密，最多只是搭在屈士的胸。尤娜与屈士激情照香港再铺艳照门，连诗雅不雅照流出，近日曾主演电影喜爱夜蒲的23岁连诗雅与饶舌歌手屈士被曝出艳照，照片为女方16岁时所拍，照片中两人的半裸缠绵尺度大胆。此外艳照中还涉及的人还包括现已嫁农夫陆勇为妻的 Raina 尤娜。尤娜与屈士激情照艳照门，男主角屈士回应周刊报道时坦诚同连诗雅发生过肉体关系，与陆勇嫂 Raina 则属纯友谊，属受害方的陆勇回应时表现出对老婆的信任，称自己知道妻子与谁拍拖过。尤娜与屈士激情照女方未成年及混迹夜店 Shake 家境不俗，自小入读国际学校，比一般香港女孩早熟开放，11岁便开始化妆，周末去兰桂坊玩，坦言会喝酒但不会喝醉，12点前必归家，但不时又会同朋友一起出钱去酒店作乐。
连诗雅艳照流出知情者透露，那时的 Shake 男友众多，对象多数是同校师兄。K Check 在夜店圈很红，网友几乎无人不知。Shake 一直都很迷恋他。04年 Shake 做兼职模特出道。K Check 是活动 DJ， 两人交换电话后就开始勾搭。Shake 随即黏上 K Check 做男友，两人在一起很缠绵，总会去对方家中过夜。不过听说 Shake 后来搭上另一个有钱的男人，即刻甩掉 K Check， 连诗雅艳照流出陆永琪 Raina 婚前生活混乱。从本刊获得的预照可见，一身低胸衣的 Raina 在夜场逢男人必揽，但明显与 K Check 关系特别深，狂野程度难与今日贤妻良母形象联系起来。未知是否碍于 Raina 已嫁人生女， K Check 回应时相当避忌，此称从未与对方恋爱过，但照片可见明显只有 K Check 或诗吻后代。连诗雅艳照流出陆永回应时故作泰然，表示完全知晓老婆的情史。知情者指陆永同 K Check 同期开始玩 rap，早就认识但不算深交，得知对方与自己老婆曾暧昧过，陆永即刻打电话给 K Check 听对方如何解释。据悉 K Check 自拍影，他跟每个女友情到浓时都拍过照片，当作私人珍藏，没事儿的时候拿出来回味，也不排除有更多的照片流出。